ですけど、今日参加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されてご感想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是，但是小光是不是应该要跟我们用中文说你好？在客人上から、你好で、中国でご挨拶お願いします。你好，おあり，掌声鼓励。真的很爱大家哦，所以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多介绍小光一些好吃的台湾料理。那请九妹子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手上有拿我的台湾的九美子的书，那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，大家今天一起把这个活动热起来。是，谢谢你们手上有九美子的书，举高让他看一下。谢谢你们特别准备哦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喜欢，而且欢迎我们的贵宾啊，请小爱。非常感激，那虽然好像是很多人可能还不认识我，但希望我这次来台湾大家能记得我的脸，记得我的名字，我会非常开心。是，他们三位长得可不可爱？